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，飞碟一分钟。男朋友最近迷上了吃花甲，说要吃遍所有的花甲料理。哼，愚蠢的人类，外面做的哪有我做的好吃？今天就给你做一道锡纸花甲尝尝。材料先准备好，花甲一般一人一斤就够了。买回来后记得放在水里吐三四个小时的沙子，要不然吃起来硌牙。接着准备一大张锡纸，半勺白糖，一把粉丝，一撮大蒜末，一大勺豆瓣酱。因为豆瓣酱已经带了咸味，所以像盐、黄豆酱、老抽、蚝油这些调味品只要一点点。食材准备好就可以做了，先把粉丝浸泡一两分钟，让它变软，接着把锡纸铺在砧板上，依次放上粉丝、花甲、调味品和蒜末，再把锡纸包好。有开口的三个边一定要封好，但也别包太紧，不然加热时容易破损哦。包好后放进锅里，开中火加热三分钟后关火，再用余温焖上两分钟，当听见酱汁发出嘶嘶的声音时就可以出锅了。你喝酒了？没有，我喝了 一杯啤酒。啤酒不是酒。那蜗牛是牛吗？不是。那酱油是油吗？不是。那